能够就是尽快的让这些街头表演回到街头上了，能实行这些试验计划是很重要的，因为能够让我们就是评估这些安全措施做得足够吗，然后街头表演者们能够很顺利的在这些措施以内还是能够和观众们互动。很高兴，我再能够接触观众，真实的观众，不是 virtual， 不是线上，是真实的观众。你看刚才观众跳舞啦，唱歌啦，我唱歌的时候他们跳舞啦，他们鼓掌啦，哇，这个给我很大的鼓励。我觉得他们做得很够，很到位。我们演出者都要进出口都不一样的地方，对，这做得很到位。